梁实秋先生曾说，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，有喜有悲才是人生，有苦有甜才是生活。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，得与失，名与利，贵与贱，富与贫，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，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。人生不过如此而已，人生若能如此足矣。生不知所从来，死不知何处去，生非甘心，死非情愿。所谓人生，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段路程。